比多位家庭老三级居民穷下来互通，沟通太好客家方言，今年嘅客家族主题出运作 Open House， 老新中间做被事业片嘅客家研究教期，开放本行客多嘅民众穷下来参观。现场除了讲有小农实习，还有南洋 DIY 嘅发通员外呢，来今年还体验未到清新嘅科技设备。很多同学用过好听的歌声来为客家族发通做开场。民国九十三年，国立国统太后三立的客家好音，其中的传播科技好念，今年特别改念通二十批，开放拨民众来体验。家中带动三年的体验的，最终木族三毕业技术过后，都知道怎么形式。对，这一般人听都先看字啊，因为他讲是日文啊。如果是他这个年纪的话，他看不懂字，他应该会看。反正提示明年的客家族是客家好业，明年的特别通。今年主题由青苔叶好酸年头飞，好到香港教期开放本年参观，希望民众识得韩国饮食客家好业。客家好人用物个好新的方式来推广客家知识俩方面的事情，本台中做得来参加，也是对了，同样来讲是经验好好特殊的，所以讲交通大学的客家好人大概来欢迎大家来参与。是的，四千班女打错杯虚拟捏样盘，结合一下央视产业最新的技术，用 3D 虚拟合成的方式，为小朋友操上珠宝台来报新闻。我没有经验，所以看到机器不知道要怎么处理，所以讲话很不顺。了解一下，就实际上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很多事情，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很辛苦的阶段，或者是一个很高难度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一个花絮这样。今年的客家族发通，限定好高位工厂，有位有特色的农民来摆摊卖，卖在地的农特产品。除了安尼，现场民众也是在体验自家做农业。好高希望大鹏教员有安丰富的教学经验，我看见同沙起民众的感情，每位大家韩国认识，交通太好的客家好业，对客家文化每位韩国熟悉。客家新闻王文耀，新竹报道。